Live 带你现场看播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东莞市篮球联赛八强的现场，让我们来看看帅哥美女们的表现吧。变相，可以表演一下吗？就这样变相的时候挺帅的。我觉得我打球动作都挺帅的吧。这是远投，就这样子。一场的 MVP 啊！老板，第一节的时候他中了两个三分，我觉得这个是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。稳住了军心，有点稳吧，有点稳吧。我叫张中飞，你现在多大？我现在1.83。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非洲跟中国的混血。更喜欢打球还是更喜欢上课？打球，打球，打球。上什么课？我还是比较喜欢打球吧，毕竟上课很没意思。打球乐趣更多一点。打球不用上课，你觉得爽不爽？那也不爽，感觉很空洞。开心啊。又不要上课啊，上课也很重要，都不能丢。我两个结合的比较好。发球时候练的。对，课余时间练。课余时间。一开始当时的目标就是赢一场就好，但没想到又赢了三场，进了前八。前三。第一啊。打第一啦。然后在下一年还可以继续努力。对夺冠有没有信心？很有信心。拿第一，卫冕。最大的对手是光明中学或者是昌平中学，这两个都是。光明跟四中吧。主要是他们人高。说实话，这个场地我其实不太适应，然后慢慢调整吧。能发挥，能拿到冠军是我的目标。女生追你吗？有啊。为什么不接受？因为现在太小了嘛，还是先以打球为主吧。你有打王者荣耀吗？有啊。打王者荣耀和篮球哪个厉害一点？肯定都强啊。王者荣耀也就王者那么个段位吧。可以问一下，就是一个私人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你的发型这么酷吗？刺猬篮球等你来战。在最后呢，一定要告诉大家听，刺猬篮球又get到了新技能哦。在周三我们会进行总决赛的多机位直播，欢迎大家一起跟小刺猬现场看播，具体情况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。三，刺猬篮球等你来战。刺猬篮球等你来战。刺猬篮球等你来战。重新来。我是徐杰，刺猬篮球等你来战。